单身公寓的话，现在没多少，基本上也快售完。那房大概还有几套？盲胚的是吗？盲胚的话还有几十套吧。我们二到八层的总共就有一百多套，还剩下二三十套左右。那就是我们整个一个人数的一种故事。算一圈出去吧，或者是人看一下那个里面也可以。 是的，是从第几排开始算啊？里面这些独栋的，从第二排就开始了。对。 就一千多平方的，这样巨大的别墅。那我们整个别墅区的话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